诸位居士，观心一枝香今日分享马祖道一禅师。马祖道一禅师是南域怀让的法脉，最有名的是他踏煞天下人的公案。有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？大师说：为止小儿啼。又问：啼止时如何？师曰：非心非佛。楚姓马，汉州四川人。容貌奇特，他长得很特别。怎么特别法呢？牛行五世，引蛇能过其鼻，足下有二轮纹，所以他有特殊的相貌，走起路来像牛的行径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就像老虎。它的舌头可以伸出来，可以超过它的鼻头，这表示它已经超过三世不打妄语，这是一个相好。足下有二轮纹，如来的三十二相在足下有轮，有法轮。可知啊，这位大师相貌奇特。幼年的时候呢，他就出家，依着资州唐和尚落法，受具于渝州圆律师，习禅定于南域衡山中，遇怀让禅师。怀让摩砖接引，师言下大悟。他开悟的因缘，在南域怀让禅师座下。为什么会开悟呢？最有名的公案，就是他在南域坐下打坐。那他这个打坐啊，他非常认真。怎么认真法？从早到晚坐个不停，终日静坐，不发一语。有一天，怀让禅师知道这个人是法器，就问他：大师坐禅图什么呢？您坐禅要做什么？他说：图做佛。我的参禅的目的只有想要做佛。南玉怀让乃取一砖于彼鞍前石上磨，这是砖头就在石头上磨砖。马祖问：磨砖做什么？南玉怀让说：我要来磨，希望它能够出现一面镜子，磨砖要成镜啊。马祖说：磨砖岂得成镜也？他就回答：磨砖既不得成镜，坐禅岂得坐佛？如是因，如是果。你来修行，要成佛，用什么来成呢？如果只是图一个坐相，就像磨砖要成镜一样，
专不是静的因，坐也不是佛的因。所以马大师啊，他就说，诶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。他就问，如何即是？修行到底要从哪里开始着手？有的人终日静坐，有人终日拜佛，如何才是呢？祖曰，如牛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起势，打牛即是。到底你在驾车的时候啊，这个车子不动，你是打车呢，还是打牛呢？那当然啊，知道打车，车子怎么会动呢？是牛在拉着车，所以牛才是重点。但是这在讲什么呢？我们要解脱，是身体解脱还是心解脱呢？不解脱的是这个肉体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么为了要成佛，结果就磨练这个身，这样子能成佛吗？所以马祖啊，那就没有回答，在思考到底是什么。南育怀让再进一步说，儒学作佛，为学作佛，若学作禅，禅非坐卧，若学作佛，佛非定向。你来坐禅，到底是来坐禅的，还是来坐佛的？如果来学坐禅，禅不在于坐，也不在于卧，行亦禅，坐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，行住坐卧间，都不离这一念心。若学作佛，佛非定向，也不是拘泥于哪一个相。佛有行佛，有坐佛，有立佛。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是佛的相，就像我们拍照一样，每个人要拍照的时候就会摆出一个姿势，可是你平常不会只有这个姿势。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个姿势才是佛的姿势，这个状态才是佛的状态，那佛啊，就变成佛像，而不是真正的佛。于法无住，不应取舍。汝若作佛，即是杀佛；若执作相，非达其理。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，那一般人没学佛，他当然以为那尊佛像就是佛，他看到佛像啊，他就敬畏有加，甚至于他用佛像来要求学佛之人，这不懂佛法，这是理所当然，情有可原。那我们自己在修行呢，已经在修法上下功夫，如果在这个功夫的门头还产生了取舍之心，
还执着这个形式，那你就是在杀佛。重点是你做了一整天，费了这么多的心思，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结果到最后呢，离道越来越远，那不是就枉然了吗？诗文是悔如饮醍醐，礼拜又问曰，那么如何用心集合无相三昧？那要怎么用心呢，才可以真的相应于三昧？主曰，汝学心地法门，如下种子。我说法要，譬比天泽，汝缘何故？当见其道。修心不要求境界，就像播种一样，这一片田只要因缘成熟，有种子它就会发芽，但是前提是你要先下种，你要播种，每天关心，时时关心，就像这片田地播下了种子，成千上万的种子，无量无边的种子。这种子啊，就是我们的心。如果你播了恶念的种子，也会发芽；播善念的种子，也会发芽。要修心，也要播心法的种子。我说法要，观彼天泽，汝缘何故？当见其道。播种呢，那就是啊，只问耕耘，必有收获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所以再问呢，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啊？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够见到啊？我能不能够修心啊？我能不能够成就啊？主曰，心地法眼能见乎道，无相三昧亦复然矣。如果你的心明心见性，自然你就能够明白道是什么。所以只管播种，自然你就明白。明白啊，就如同眼睛睁开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佛观世间啊，如观掌中。安摩罗果，为什么？因为佛的心清楚，佛的心无有挂碍，也无有无相三昧，就是如此啊。诗曰：有成坏否？主曰：若以成坏而见道者，非见道也。听无忌曰：心地含诸种，欲则悉皆蒙。三昧花无相，何坏复何成？所以这里呢，就是祖师大德给他的开示，这一句话是一个见性的寄语。心地含诸种，你的内心早已含藏无量无边的种子，这种子就是一种功能，用种子来譬喻。那你的心有多少功能呢？
是无量无边。什么时候会拿出来用？欲则悉皆蒙，只要滋润，甘露降临，就会开花。那开的花是什么花呢？三昧花无相，禅定、解脱、佛、菩萨，种种的一切的结果，以庄严的花为果。这个花是无相的花，既然无相，你就不怕它会消失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何坏复何成？没有消失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相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当下即是，人人皆具，不假外求。那怎么修？这念心啊，道不用修，淡漠染污。所以凡人修行啊，以为要得个什么，其实要修就很简单，对境时不起烦恼之心，不生颠倒之念，它本自具足。可是因为我们不懂东求西找，以为要修到一个什么，禅修就要求境界，纵使你求的一个境，依然还是生灭之境，所以不要在相上追求，而在心上落实，这样才不会离道越远啊。师蒙开悟，因此呢就开悟了，有这样子的开示，突然找到了重点，心意超然。这马大师他虽然开悟了，有很多人他是开悟了之后，他就自己有一个开宗立派，但是这个马祖道一啊，他开悟之后，侍奉实修，日益玄奥。就在南玉环让的这个地方啊，继续作为师父的侍者，就在这里过了十年，跟着南玉怀让禅师修禅，功夫越深。六祖大师曾经预言南玉怀让禅师，他说啊，你的座下将来会出现一马，一匹马，这一匹马踏煞天下人。这讲的就是马祖道一禅师。这一段公案很重要，修行要从心下手，而不是着相。当然也不能因为你要表示你不着相，所以故意破坏相。除非我们的功夫的确是已经到家，你才可以向禅师学习，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，这是不着相，而不是故意去破坏佛，去毁谤佛。所以修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否则看到这个禅宗公案，都会用错误的观念去解读它，到最后呢，落了空，着了邪见，这是得不偿失。时间不多，
大众继续在心性上用功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